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心动家 channel， 我系 Jessica。我身后呢个家景空城啦，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绍咗我哋呢一座啦，咁其实万晒噶啦噃，咁啊今集咧最紧要咧同大家介绍翻佢个豪宅产品，两部 lift， 三房，144平方，四房，三个厕所嘅 ，OK， 全屋嘅豪华装修，交楼标准6000蚊一平方嘅一个精装修 ，OK， 咁最紧要咧依家凡事上咧有优惠活动啦，每个月咧帮你补贴5000蚊月供啦，咁同埋咧。税费嗰度咧，哇，帮你咧补贴35000啊，加加埋埋咧，哇，补贴10几万俾到你，有冇咁大只夹乸除紧要？同埋咧，户型价格点嘅样？同埋交楼标准究竟有几靓咧？事不迟，我哋一齐出发 ，Go！ 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， 依家我身处嘅位置咧就我哋嘉景康城嘅实体示范单位呢度，咁同大家介绍咧就我哋呢个楼王单位，呢个楼王单位点解讲楼王呢？因为咧你入到嚟咧就有一种好 grand 嗰种感觉嘅，咁佢咧 total 咧系28层楼高啦，两部 lift 三房，同大家介绍翻咧楼王之中嘅楼王，呢个144平方先 ，follow me 嗱，一边首先翻到屋企嘅话咧，如果你中意煮嘢食嘅话咧，我觉得你就唔想走噶啦，因为个厨房超靓 ，OK 嗱，当然啦，我阵间 last 咧就会拍翻一个。交楼标准俾到大家，咁佢呢度咧系有一些改造嘅 ，OK， 4个房3个厕所，咁你唔使争厕所噶啦，同人哋入到嚟嘅话咧，你睇呢啲啊焗炉啦，跟住嵌入式嘅雪柜啦，咁啊吊柜啦、地柜冚唪唥都有晒，洗碗机冚唪唥都有晒，简直系一个即系 gym house 嗰种 feel 啊！大家可以睇睇下。咁翻到嚟讲咧，呢啲咧都系交楼标准嚟嘅，最紧要呢度咧全屋中央冷气，所以咧你系唔使买冷气嘅，佢已经帮你整好晒。咁同埋咧楼王嘅话咧，佢嗰、那个交标咧系价值6000蚊一平方。豪华装修 ，OK， 超豪华装修。咁你翻到屋企嘅话，可以坐喺呢度啦，换个鞋啦。咁啊，哇，好多鞋，你可以慢慢揀噶啦。最紧要系咩呢？南北对流 ，OK， 4房南北对流。即系你明唔明啊？唔系我瘦咗，其实我肥咗嘅。咁但系咧，因为个厅真系好大，所以你会觉得好舒服。嗱，呢度咧就食饭啦，系嘛？你打麻雀又得，食饭又得，即系 anyway， 我嘅意思系真系好大好富乐咯。一个大家族或者一啲 friend 过嚟搵你啊，喺度食嘢都系完全冇问题，容纳到8到10个人 OK 嘅吓。咁呢度咧可以做有一排一个酒柜啦。咁樣嘅，咁再睇翻呢個客廳先，客廳好誇張。嗱，你到時咧整翻個100吋大電視咧係 OK 嘅，完全冇問題。然之後咧，呢個 sofa， 我覺得你真係可能要搞翻啲私人定做嘅 sofa， 因為真係好大，同埋入到嚟咧好有一種別墅的感覺嚇，因為別墅咧一般好大咧，啲廳咧先可以做到咁豪華同埋咁氣派嘅 feel。OK， 坐喺度嘅話咧，嗱，真係100吋電視機標配嘅。睇翻呢邊先，佢咧係兩個露台咧都係望翻花園嘅。哇，正啊！大家睇下先，楼下呢个园林系咪好靓、好舒服啊？咁啊，小桥流水人家啦，咁啊，食完饭同太太一齐喺楼下系嘛，跑下步啊、散下步啊，都系一种诗情画意，好舒服嘅。咁我之前咧，其实喺对面嗰度咧拍嗰个示范单位俾大家，咁呢度咧就楼王单位嚟嘅。咁啊，嗱，之前同大家介绍右手边嗰一粒咧，全部买晒收楼噶啦 ，OK， 即系卖得好快嘅。咁呢度嘅话咧，呢个露台咧都系送一半面积嘅。所以你會 feel 到真係好大好闊落，同埋咧佢上落超高嚇，你真係可以喺度咧整嗰個搖搖椅咧，啊發下吽豆啊，享受人生啊咁樣嘅。OK， 睇翻入面先，呢邊嗱呢個露台咧亦都係望翻園林為主嘅，大家可以睇睇，即係雙層隔音玻璃，超厚同埋超重嚇呢個玻璃。嗱呢度都係望翻園林為主嘅，咁呢度可以做翻一個洗衣機啦、晾衫啦咁樣，就唔會影響你喺嗰邊一個視覺嘅一個感受啦。睇翻入面先，佢个改造咧，即系做得好正。我一个同大家讲下先。首先呢边，嗱呢度嘅话咧就系一个淋浴区啦，吓好大好阔落噶，呢啲嵌入式嗰啲，你可以摆好多一啲，等头水抹抹都冇问题。跟住咧马桶啦，跟住一排嘅镜柜啦，唉，即系好似住紧啲酒店咧豪华套房咁样。OK， 斜对面呢边。咁呢度咧係一個小朋友房，咁雖然我講小朋友房，你冇得佢好大啊，因為咧嗱呢邊做咗個榻榻米啦，其實你做個1.5米8完全冇問題嘅噃，跟住一排咧寫字台咧，跟住咧仲有一排一個衣櫃位置，嗱唔係假噶，真係噶，可以擺到嘢噶，好富樂噶 ，OK。所以咧，你會 feel 到哇，呢、這個空間感超正。嗱，依個咧就大陸講咧就144平方，即係大約咧1500尺噶嚇，1500尺。同埋呢啲咧做咗啲嵌入式，真係好富樂咯！嗱，全部可以儲物㗎，所以真係好有一啲別墅嘅感覺。再睇翻呢邊先，
咁呢度咧本身咧係做咗一個套房嘅嚇，即係會有個洗手間嘅。咁但係呢度咧就做咗個改造，所以咧突然間個主人房咧，你會有一種哇好 surprise 嗰種感覺嘅。咁 anyway 呢個房咧亦都係好大嚇，三邊落床啦，首先係咪？跟住有一排衣櫃位置喺呢邊啦，然之後咧呢度咧仲可以做翻一個80寸大電視咧，完全冇問題。最緊要係咩呢？你睇下佢呢個玻璃啊，雙層隔音玻璃，呢一邊咧都望翻園林景觀，好正嚇，做得非常之好。OK， 呢邊咧朝翻東南嘅，另外一邊咧朝翻西北嘅，都係望翻自己花園為主。主人房重點嚟啦，呢邊各位觀眾，哇，我好似咧拍緊一個別墅咁樣啦，好開心啦，因為真係好大啦，呢度裝咩啊？睇下先。哇！你可以摆个夹万喺度，摆好多黄金，有啲黄金色嘅夹 ，OK， 一个 king size 嘅床咯，跟住咧喺呢度坐住咧，睇翻出面好靓仔嘅一个园林啦。嗱，呢个园林真系好靓，唔系讲笑，超正咯。跟住睇下书啊，咁样，唉，一个享受啊，我觉得就是一个享受。最紧要系乜咧？女人一定好中意嘅衣帽间。Oh my god！ 嗱，你睇下先，真系好夸张，真系好开心啦。我同你讲，嗱，我到时咧带下啲太太过嚟睇。一定會愛上佢，咁大衣帽間，你想擺幾多衫都得啦。每日咧都要喺度頭度緊，我著邊套衫出去見我啲 friend 啊，咁樣樣係嘛？因為真係好正，擺準頭秋冬啊 ，display 曬出嚟都 OK。你啲咩珍藏啲包包都可以放埋過嚟噶啦 ，OK。同埋咧，即係每一個 area 咧，佢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窗嘅位置，望出嚟咧都係好舒服嘅園林景觀。再睇翻呢套先。嗱，大家翻嚟住就梗系要 hea 下噶啦，所以咧明明有个浴缸标配俾你啦，浴缸啊各位。嗱，同大家讲下先，佢本身咧呢度咧系属于我哋隔离房一个洗手间，佢咧就封咗个墙佢，咁跟住呢个 area 就超大，浸住冲凉又得啦，企住冲凉又得啦，咁样亦都唔会影响你喺度化妝啊、刷牙啊、洗面啊、照鏡，同埋去廁所嘅喎，所以呢個 area 真係超正。我覺得每一個房咧都好似去咗一啲行政套房咁樣，一種超正嘅 feel 嘅。OK， 咁啊睇到呢度各位觀眾，你咪覺得哇，張志凱靚係靚唔好貴咧？嗱，我同你講下先，點解過嚟拍呢？咁就梗係有筍嘢同大家講翻噶啦。嗱，呢一套咧同大家講講大概價錢啦。嗱，呢個咧係屬於我哋三期啦，14座嘅，另一單位咧係144.33平方米嘅。OK， 佢原總價咧。我揀咗個7樓俾你嚇，701。咁啊，其實望園林咧唔好太高，我覺得。咁佢原總價咧係363,3839嘅，原單價係25,000嘅，依家咧折後單價大概係22,000左右就可以擁有噶啦。咁我哋正常咧就係15% 首期咧就40多萬啦，跟住30年月供咧12,000咧就可以搞到12,000咋，唔好貴噶嚇。咁啊，因為咧佢嘅交樓標準都好高，全部 upgrade 咗嘅。再者咧，依家咧有啲咩 promo 咧？哇，好誇張啊！我哋呢個樓王單位咧，佢咧首先同大家講下交樓時間係2026年啦，3月份交樓嘅，跟住咧佢月供咧有5,000元補貼俾你，咩意思呢？嗱，我哋正常30年月供咧就12,000啦，咁如果補貼咗5,000元月供俾你嘅話咧，哇，咁我哋7,000元月供就可以搞掂啦，7,000元月供嚇，跟住咧當然呢個補貼咧有個時間限制啦，就 total 咧補貼2年俾你嘅 ，total 補貼咗成12萬俾你嘅嚇，12萬，跟住咧税費又有優惠啦，這個税咧。我哋都要俾幾萬蚊税啊嘛，係嘛？因為咧正常大單位咁樣，跟住咧發展商都補貼35,000税俾你，哇 ！total 咧，哇，即係送咗10多萬俾你哦，好誇張啊，唔係講笑。嗱，依一個咧係我哋144平方嘅單位嘅，咁陣間咧我再同大家睇一睇佢一個交樓標準。
This is Scorpion Peak. OK 嗱，大家睇咗我哋呢個膠袋標準，係咪覺得都好準咧？同大家講下先，個膠袋標準嘅話咧，洗衣機又有啦，有烘乾功能啦，跟住咧全屋冷氣又有啦，跟住咧廚房咧洗碗機咧亦都係有嘅。最緊要仲有咩呢？哇，電動窗簾啊！大家應該見到啦，好誇張，每一個房咧都有電動窗簾俾到你嘅，係咪好準咧？嗱，我依家咧呢個位置咧就屬於我哋嘅五樓啦嚇，啱啱拍嘅示範單位咧就六樓，咁同大家報咧就七樓嘅價錢，所以咧你望出個 view 咧都係差不多嘅。咁啊，其實都係四十零萬首期咧就可以上車，月供咧都係7000蚊左右嘅啫嚇，依家。咁所以大家要把握呢個時間同埋呢個機遇啦嚇，即係補貼咗10幾萬俾你啊，我覺得好抵啊。OK， 嗱，如果中意我條片咧，記得掃點翻 like 同 subscribe 翻嚟 channel 啦。有興趣睇樓聯絡翻 Jessica， 我哋免費專車接送。咁仲有其他户型價格嘅，可以一齊帶你睇埋。我哋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記得俾 like 同 share 出去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詳細嘅樓盤資料，歡迎通過以下嘅方式聯絡我哋。